龟头我有人买无？四颗300块无？买250有人买无？百五，250你食袂了，买250。龟头。150。还百五，买人买无？两颗150。龟头两颗对啊，差不多快清盘。你注意做汤啊，做只砂锅鱼头嘛，然后快。做两只龟头的无？百五150，百五，无啊吼，谢谢嘞，感谢你。来，要食啥？牛肉咯，两公里啊，五了，250。好，我唔知恁要食啥，无安尼，恁甲我讲，我只卖无，我就要问啊，要食啥？还是去啊？我问者，拄好买5个牙签，你有买吼？再搁卖你搁200哩，好无？阿哥咧？阿叔可以啦，我先讲。大哥一声有无？你先进去准备一下。银花露的啊，这路由下方也免介绍啊，即摆银花露路下底上贵啊，即摆今日要抬着着啊，卖伤钱啊，伊也伤钱啊，今日要抬着着，即摆抬起上个要开120啊，120啊，家己清蒸着啊，红烧嘛好啊，煮汤嘛好食，即两尾我啊开起啊是，买200块啊，你买250，少食，即摆过13尾200块，3只200块，有人要食路下无？3只200块，有人要食无？你3只200，你无人买吼？我让我试一下哦，试试看看。买好嘞，改款买啥？哎呀，你买啥？同款的。同款的。哦，200块。我让要鲈鱼的无？好啊，好啊。200，好不好？太多。很好吃啊，真的。200块，两三千，280，60块，不敢吃。一千块钱黄鱼，过来买虾的无？来，虾够无？几张？哎呀，一路过来。过来，要虾子吧？今天够有人买不？300块，虾子还有人要吗？这一条，能包好嘞，这水嘞，不能包了买不？虾子呢？有在用的，等我一下，他要把冰块用掉。这三百块能包好了，问题不？可以。来，好看点无？谢谢。还过两个虾来无？还有两个虾子吗？
味鲜是香的，好不好？我在现场闻，现场到那个味道有飘过来，它是香的，好不好？或者什么？香卷你好，香卷你好，鱿鱼花好不好？香卷你好。哎呦！你看搞蛋雕，很脏啊！啊，鱿鱼花先卖了，100块就好了，100块的。套一句，套一句那个食神的话，套一句食神的话，好香啊！还有几把先卖，好香。鱿鱼花，大锅100块，一把的。过来卖鱿鱼花吗？你的吗？来，这个帮你拿。啊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拿了啊，这个拿了，拿了。哎，没东西了。这什么？这黄鱼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我售后哎。售后。我售后多久？这些塔可卡多少？哎，这塔可卡你送我的。加吗？嗯。他。我问他可不可以？700可不可以？700，我让你看一下哦。多少钱啊？多少钱？你包一下。可以的话就帮你包起来。好，哎呀，那个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哎，700块。啊，我先帮你包起来，你等一下来拿哈，帮你包起来。你离这边很近，然后先帮你包起来哈。那个先放，等一下过来，马上就过来了。没有问题，帮你包起来，在后面那边看到了，在这里。那个会官来就说，怎么有一股薰衣草的味道？那是哪里啊？安尼五百。是的，五可以啊，
是三位有无？三位有。今天我觉得看起来还算舒服，帮我按到600的赞，觉得舒服的帮我按到600的赞，这啥都有了。看到右边的箱子啊，右边的箱子，快乐屋啊，嗯，没有工作真的很无聊啊，大家一定要有事情做，不一定要工作，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弄钱，不一定要上班啊，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弄钱，不然的话你只会去追剧玩游戏，这久了以后真的很无聊。你有去想办法弄钱，你会觉得生活比较踏实。300块，然后生活踏实以后，你再去追剧，再去玩游戏，你会觉得更好玩。不然你没有工作，没有在弄钱的话，你单纯去追剧、去弄、去玩游戏或者去玩，你会觉得啊，没那么好玩。那个每次来都买这种东西，马上就过来了。他每次都买，上次上个礼拜也是买这个啊，上个礼拜也是买这个。会晶晶啊，好像是的。
三百块很多。啊，这个怎么卖？两尾两百五。两尾两百五。它是龙鱼耶。你可以来牛排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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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又没来。对啊，我穿夏装了，我穿夏天的衣服。那个发型是我现在固定的发型了。快好了、啊，你要倒数我怎么？你没有倒数我怎么送？倒数就好了。你没有倒数我怎么送？你倒数啊？你不倒数我？不要。你又不会算数？小学、幼稚园的时候，老师幼稚园的时候老师都做什么？幼稚园老师都说，大家要倒数啊、哦，才能吃饭哦。我不要走秀啦，我不是重点。后面洗手。嗯。哎，好像四个半小时了，对不对？我从开播到现在四个半小时，今天感觉时间过比较快，因为今天的麦起来比较舒服，差不多了吧？你们还有要看吗？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剩下的人再帮我按到700个赞，再帮我按到700个赞，再冲一下，再帮我按到700个赞。OK， 差不多没人了。好，目前没什么个人，然后零零散散的哈。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。
们今天就到这边喽。啊，我准备倒数计时了哈。五、四、三，最后面，让你们看一下桌面。准则鞋啊，一，最后面要离开之前，最后再帮我按一个赞哦，让我们冲到700个赞。收播的时候帮我冲到700个赞，拜拜，拜拜，说，拜拜。